艺术从来都冇绝对嘅啱同埋错，只有口味同埋受众嘅区别。作为学习西方文化嘅中国人，从肤色到文化都同西方人有分别。要得到歌剧界里外嘅人对自己艺术嘅认同，一啲都唔容易。我只能够追求比西方人唱得更好、更完美，先可以得到佢哋嘅认同。我最大的成就是曾经可以站在罗马歌剧院的舞台，在我喜欢的歌剧制作里面唱我梦寐以求的角色。要从挫折中找到成功的秘诀，机会只是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尝试过，尽了力，成败都无悔，尽力把握每一刻，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。由心出发，成就更远。我是2019年十大杰出青年。